怎么了，王爷？好像什么东西飘过去了。你可别吓我呀！什么东西啊？确定黄头前会在这儿现身？放心，王爷。 这死亡逃之会想说，老他妈让我干累活儿。天道地道人道鬼道，我心即道鬼神不惊，恶煞远避，人来各重池，鬼来各重山，奸邪弄不出，幻邪弄不开。黄泉路上别开眼啊！ 声音就是从这里面传出来的。 胡言，这可是鬼宅啊！